今日咧睇啲太陽能板咧，咁而家就用呢個方法去裝啦。呢啲絕絕咧就係、是、可以拎到1.5公斤，就空氣絕絕住喺塊玻璃度。咁呢塊太陽能板就0.39公斤，咁咧咁樣係應該可以支持到嘅。跟住咧就試下可以充下呢、這個。風扇啊，嗰揾個應該2-3年前嘅款啦，咁直接充落個風扇度啦。佢啲都好慳電，因為火喉充咗1個鐘頭就有電，咁佢係可以充得到啦，呢、這個21瓦都。咁而家開始揾翻出嚟試下用啦，都好舊，而且 KTV 摩又買。佢咧成日著住紅燈啦，不過睇唔到啦。著住紅燈係睇到啦，紅燈啦，應該充滿咗，應該熄燈嗰啲款嚟嘅。咁開咗之後，佢有2段風速啦，呢啲舊款嘅。咁啱充咗10幾分鐘，佢都可以開得著嘅。咁一個慢一個快速咁啦。咁你充一日就應該夠用。又可以多個用途，因為始終充手機就真係即係未係咁夠電咯，啲板要再開多啲先得。咁而家呢個最好又有即時有用啦。咁我哋有其他風扇可以再試下，多謝大家欣賞。